2018可以说是拉拉徐佳莹的丰收年，不仅拿下金曲歌后宝座，又宣布和相差11岁的男友比尔贾结婚。适逢8日父亲节，刚升个人气的他仍不忘回家陪爸爸，更晒出自己童年旧照，分享父女俩以前的趣事。父亲节除了给爸爸祝贺，实力坑爸就属徐佳莹了。他分享自己小二运动会当天，爸爸到了学校后才得知有亲子接力的项目，结果徐爸爸穿着西装裤皮鞋就上场，甚至还跑到鞋子飞掉。虽然忘了结果如何，但那时候的难为情仍记在心头。而回忆完爸爸在运动会的糗事之后，他也晒出当时父女俩在学校操场内的合照。只见8岁的他一样拥有圆滚滚大眼和超白皙皮肤，模样萌翻大家。如今难为情的回忆都成了珍贵的成长印记，就让我们细细回味，好好陪伴家人咯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